夏江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什么何苦？你不让我走，你走。要我走，我到哪儿去？哼，别忘了，这是姓刘的地方。我走，笑话。无赖，骗子。哼，姓葛的，你可别蹬着鼻子上脸。我哪点亏待了你？吃的、住的、穿的、戴的，谁稀罕？哎，有人稀罕。当初要不是我妈逼我，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呢。嗯，怎么后悔了？我告诉你，想做我小老婆的人多的是。再说，洋钱能使鬼推磨，没有什么道理啊。谁要你的钱？你的令堂大人，他杀我是我，坏鸡生不出好蛋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滚！少放肆！你骗子！你干嘛？你滚！他妈的！你到底是个唱戏的？老子玩了那么多的女人，就没有见到过像你这么刁蛮的东西。好，我走。你休想再找到我！哼！三爷，什么？就在这儿，快点！舵伯一定在屋里等你很久了。舵伯在这里。他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坐了两年牢，好些事儿都变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掌声！我可不是，哎，照我的意思去办。啊，到了，嗯。对，状子已经到了。嗯。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不必惊奇，还有更惊奇的事呢。来，跟我来。哎呀，我大姐，啊，这还真是高兴想起来了，啊，土豆同学。豆腐，嗯。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，你楼下有客人，不必陪我了。你才是我真正的客人，他嘛，只不过是有事情来求我的。哦、啊，你住下来就会知道，以后不必为任何事情发愁，我都会替你安排的。多伯，你还是本来我想一到上海就罢手的，可是到了上海之后。局面更大了，事情都有别人去做，我可以坐享其成，何乐而不为？很多事情慢慢再谈，你先进去，有一个人在等你。